本集节目由雅果元素杰森高尔夫工坊 Come to Papa 赞助播出。好，是 everybody， 我是你们的 Kevin 教练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我们今天收到了来自北部小选手的挑战，那我们早上三点多，勋哥，我们几点出发的？我们三点多，四点接到你，四点出发，从台中出发到这边淡水的辉煌球场，它以前是新淡水，它这边是属于比较美式的球场，没有杆地，所以我们要自己开车拿球杆测码数，那这样子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。不会啊，哪里挑战在哪里？是我们非常大的挑战，搞错。对对对，他们平常打球会有杆地帮你们背吗？会。可是练球的时候没有啊，练球嘛，练球自己背。练球一样都是自己背着球杆。那这样我们比较尴尬。没事，那我们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阿 Sir， 我是来自淡水培训队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唐，然后我也是来自淡水培训队的选手。对，两位算是地主，只是他们在老淡水，没有在新淡水，不是，这边我们都没有打过这个球场。对，所以我们四个都是第一次打的。没错，今天天气状况其实不太好。是蛮大的，所以大家很难找球。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信心？有，肯定有啊！拜托，热身非常的足够了。哎，你们现在都是什么？还在念书吗？还是？对啊，今年高三，我高二。高二。对。那你们有看过 Kevin 教练的频道？刚车上有恶补啊，不是你们一定有看过才会来挑战。对，我是刚车上有恶补一下，赶快看一下，赶快看一下。那你们觉得他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是觉得我们一定可以打败他。觉得胜券在握，是不是？打败你们，但是他开球真的是蛮稳的，还蛮远的，蛮远的。对，他就是真的蛮远。有看那个还偷听，还偷听，377码的距离，对，377码，很可怕，很可怕。哇，这个雾，完蛋！我不知道球去哪里，但是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阿唐他的开球，哇，这个叉 T， 这个叉 T 看起来就超 pro。这个瞄准，哎呦，有点可怕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直。谢谢。选手就是选手，来自哪边？来自淡水球场。叫什么名字？叫阿唐。全名叫唐尔成。唐尔成。哎，各位大企业的老板，各位大企业老板，赶快赞助！刚刚他开球，我看到吧？各位大企业老板，两位甜心。拿小鸡腿打，拿小鸡腿打，会是你吧？我们这个应该也可以是吧？阿神选手准备拿出小鸡腿对付那棵树，五杆洞的第二杆，好球，谢谢，好球，谢谢，不错哎。OK 吧，有把握。可以。他那个树是我的。树完全不够，很危险。没错。哎、欸，我们的球嘞。刚刚第一颗 Kevin 教练开到隔壁球道，然后这是我的路。我帮你拿九号。九号，你觉得我要？我觉得你往左边打就好。你说这样直接拍过去吗？嗯。嗯，你觉得这个洞我没办法？我觉得你这个洞，我觉得你可以，你可以，我觉得你可以啊，但是意义不大，意义不大，意义不大。那边不要被他们怂恿，嗯。我怕过去，然后打到树那边，你被树挡住了。你自己抉择一下就好了，看你要哪一个都可以。
推进没意义。嗯，两个都是在推进啊。好，保守一点。我刚想说你已经瞄那边了。好，就打那边。干嘛？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你这个善变的人，善变的男人。哎、欸，高抛球了。怎么会这么高？球嘞？好、啊，刚刚一个死要面子，结果也是在这个树旁边。结果算不差。对，至少是在球道上。对，就还是回来了。他现在这杆其实有点难打，因为看不太到果里面。对，就只能凭感觉了。哇，还不错哎。应该会比较左边的地方。没事，好球。大约还有80码吗？80码上坡，差不多打一百码。啊？真的啊？这么远的吗？为什么加上坡、欸？加上坡你要加多少？你加30码上坡。吵架了！才第一洞就吵架了。那50度。50度吗？嗯。好。哇，好直，好球。看到吗？好球。差一点点。差一点点。但是方向很好。好、啊，上车。他们这有水准。真的。没关系，现在这节目该车满就出发。他们往旗杆去了。对啊，我们的海报在哪？过头了，我现在要回切。这次国林的超看起来很上单，我觉得他有一点速度。因为没打过这球场，也不知道他国林速度怎么样，试试看。现在目测是这样觉得。保守一点，不要太冲。好，尽量靠近洞肉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好，哎，可惜。哇、哦，好球哎、欸！谢谢。好球。好了吗 ？OK 了吗？果然会切。我假推一下，什么假推一下？就推吧。好球！好你们是怕对不对？我们是打怕，打怕。我们也是。你们是佛怕什么？佛怕。要不要帮你拿旗杆？会紧张吗？会紧吗？有一点。没关系，紧张是正常的。手不要抖，手不要抖。压力山大。守住啊 ，Kevin。进、哦！啊！谢谢银一，换阿沈开球。这个迷雾中，哇，这个叉 T 的姿势也是很 pro。哦，我问你要说这地很硬，地看起来是蛮硬的。好球，好球哎、欸，好球好球，谢谢。这个要查 T 吗？可以不查，这就练习场、啊。哎、欸，没事没事，好球，球到，不查。114啊。你拿几号？54。通常这种下坡的你都怎么站？会把球位放在比较右脚一点，然后重心会放在比较偏左边。哇，上去！好球！是。这边是100码。100码吗？对。只是继续我的50度。50度，那说好戏。他说控制球，控制球，对，怎么控制？就是半挥就好了，不要全挥。声控，声控。
好球，好球哎、欸！哎，上去吗？哎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没事。OK， 也剩老师表演，太严肃了，表演他的切杆。哇哇，选手基本动作真的很棒。海马叔，海彩马叔，好球！王一博。你真的很会切、欸。我昨天就跟他讲说，我不要切杆。你们昨天有偷练球吗？昨天一动。一动。一動 OK。问一下。问一下。哎、欸，你离到哪？注意一下。OK。我刚好看到那个切的那个。但你是推。很慢，真的很慢，很慢啊！刚刚那速度你有看到吗？有，教练，没问题哦，充分掌握，进！哦，这个有像，这个有像 ，OK，OK，、okay? okay, 他让我们 OK， 对吧？他们这栋进，我们要再出一栋哎，没事，才第二栋。他们对果岭的速度还不熟悉。对，他们刚没有推到。没错。好球！耶！好球，nice pass！ 谢谢。完全不用失忆。没错，选手就是选手。假动作。假动作，156顺风，你们啊。不是，我跟他们距离不一样，差点问他们。我们讨论。赶快问，赶快问。我觉得这风景还蛮漂亮。什么？90？100？好，100，就100。100万到达100。这到底是什么弯？没有这么，这好可怕，我不跳过哎、欸，这超就是打过去，然后哦在下面，要往下看，在下面。加油！好，我们原本一直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拍成。对，就是、没错。因为最近天气都是一直在下雨，而且淡水感觉很容易下雨。而且再不拍，我们的阿神老师要出国了。对，刚刚有小聊了一下。对啊。哎呦！哦。100万。好球！好球！谢谢！真的很扯，这真的很高，这风景真的很漂亮，这真的很高，有点居高的。各位观众，平常109，平常我测到就是在这边，啊，现在这边，那直接往下哎。109的话，你们会怎么去增减吗？因为现在没有阿姨。我觉得、就是，阿神就是阿姨。通常因为上下坡就是看，因为看得出来嘛，然后一点点的，通常就是保守加2到5码，2到5码这样，然后那这种呢？那这种这种这么高的，这样我说真的，我也是不知道啦，凭感觉就是凭感觉，应该是差不多扣个25码左右，不止吧？不止啊！他吵架吵架，30码30码。三十码，这边测109，我们打个65，应该70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有70，他跟我们一对，七十码，今天我们2打3，对，他们淡水自己派的来的人，没错，我们台中又还在路上塞车，没错，而且来也直接乱爆哎，70。球，100万，哇，短了一点，没关系，我们靠阿神的切杆，我又要切杆了。他今天的切杆真的有点烂，没有，我前天表演两洞了，我前天切杆真的很烂，所以
对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直在切杆。我想要知道，就是选手的很烂，是多烂，是长怎么样？是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吗？对，是跟我们的烂是一样的吗？好呀。阿森老师又要表演他的切杆，哇，很慎重，很慎重。这果然是。我觉得应该是老天爷安排我要练切杆，所以说我一直在切杆。那你的切杆教科书级别？啊，可是真的很不错。运气好了。哇，太停了！他蹬到那个东东。对啊，那个坡有点麻烦。没事。我拿50。阿唐老师推杆很强。抓左边，力道才是重点。力道，我刚刚帮你摆好了，线就对着他就好。力道，重点力道。我要看到过洞，没过洞就弹一下。这样会过洞吗？过洞，过洞。我觉得我已经很大力了。不够大力。不够大力吗？阿唐老师，好球、哦，还行，不错，不错。好了，好，给你 OK 了。好， okay、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我们终于有机会了。我们机会来了，来了，好好把握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我们终于移动了，这有可能是我们今天唯一有一次机会。什么什么终于？什么终于？哦，不是不是不是。他们吵架，他们吵架了。终于，友谊的小船，有一点控制心的感觉啊，我觉得，因为这栋其实不远，所以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设定就是让它安全的在球道上。OK。因为你在球道，它一定都在100内嘛。对，没错，就这样。对，很好，在球道，很安全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策略。辛苦了。他不OB，我们就有机会。好球。是啊，不愧是选手，几乎没有歪的时候，而且不会失误。紧张了吗？怎么办？啊？压力来了吗？嗯、还好，还好吗？还好，客气了。这栋就是四铁接四铁，各位球友知道这个策略了吗？这栋的攻略就是先拿一个四铁开，再接一次四铁。没错。那现在这斜坡球位其实相当难打、啊。而且又是以四铁的情况，把它往前拍推进而已，我不会想要它一定要安或怎么样。了解。就是像这种球位就比较有拼的念头了，是吗？对，你只要安全的往前推进，你一切一推都还是怕。哇，好球，滚，爬爬爬爬爬。哦哦，要爬上去了吗？哇！好球啊！意志力很强。这个几码？80码，80码。然后现在是顺风。顺风是吧？然后这个球位，这个球位，我们有表演可以看了。表演，我看一下。好打。这种球高人低，又有争执，又在争执，又有争执。从刚刚的策马数据就看出来了，两、个人不信任对方，你们一直偷听我们说话，枪在这，没错，连选杆都争执啊！你们一直偷听我们说话、欸，你们这样不行啊！我们这样做战术。我们来看一下选手怎么打这种球高人低的球位。这个我都会比较瞄。稍微旗杆的右边，稍微旗杆的右边吗？然后打一点左曲球。好，好球哎、欸！哇、哦，上去了，好球哦！男生，谢谢。我们四铁接四铁，成功抵达目的地。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说，你只要往果岭推进就可以。停啊！啊，应该有五个。
我就说吧，这是下坡啊，大哥。还在果岭上，还在果岭上。还在果岭上。他是可以的，好球。哇，那是超大力，然后很短。哎，他是会突然停下来那种。对啊，这边是旧洞啊。进了，其实算进。他说我们这颗算进了。没有。他们抓鸟。他们抓鸟。他们抓鸟，鸟腿。那、啊、我们等一下是 ，Hoggy。我们 Hoggy 队。好。还有机会。还有机会。太近啦。OK。阿唐准备终结我们这一栋哦。好球！这种漂亮的打趴 ，nice 趴。哎呀，把我们开球就先输一点了。然后刚刚切杆就差，真的选的太多，差太多。所以像那种球位，其实大家不要想太多，因为你如果拿五二，你其实还是很好切棍的。但你拿 P 的时候，就会像刚勋哥那样，不小心落太大，到下坡的时候，那球就一直爆冲。这栋是五杆洞。五杆洞，先放在那个悬崖前面。悬崖前面吗？对，那边刚刚看那个地图，它上面是写有一个悬崖在那边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分两杆大过去。保守。对，保守一点。哇，没回来。倒数。在路边。好，有点右。这栋有点难度，你们的策略是什么？想要先打到哪里？对啊，右边比较安全。右边吗？是往那个中间那两棵小树那里吗？那个算是椰子树吧。椰子树那边吗？中间的椰子树。好。好球！哎、欸，直接从椰子树去哎、欸！太强了吧！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佩服！哎、欸，各位企业老板，这两位甜心还没有站住。三位甜心，没有你。那个中山派出所，派出所有在站住的吗？这边我可以免费拍那个通缉犯广告，就是这个。哎、欸，有没有人觉得说你像中心者？哎、欸，好像他就是高球周星驰啊，你不知道吗？还被粉丝封杀。因为我前几天有看到周星驰，对，你说本人吗？打高尔夫球。你们跟他们打吗？还是怎么样？还是就是遇到的？就遇到。然后我们还请他要求唱一段。对，我还唱了。超无耻！你要不要现场来一段？不行。哎、欸，不行，会有那个版权的问题，因为太像了，太像了。过了，有过吗？高太多了，这会过吗？我不知道、欸，感觉不会过哎、欸，感觉就我看一下。哦，刚刚阿神老师打的有点左，我们先暂定一颗。刚刚是一号，这个是二号。哦，阿神刚才那个其实打不差，但对，因为我们不熟，这边要抓住，所以他稍微偏左一点。哇哦！会太右吗？应该还好。应该都比左边安全。哇，这种球位呢，我会。你会怎么打？我刚刚学到了，我会握短一点，然后球会摆右边一点，然后瞄右边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刚刚阿唐老师在教，有认真听。很认真听啊，现学现卖的，安全就好。哎、欸，有好球、哦，好球！谢谢唐老师。哇，刚刚那个阿神老师打来这边，算是跟阿唐老师感情不太好。知道一点，拿一点七号，就是我想要大家看一下他多会打这种，对不对？球位。对啊，对啊，应该是吧？什么应该是啊？我刚刚看是这边还有一个洞、啊，这边还有个洞可以进攻、啊，就是要对对 ，OK 啊，没有，我们打保守啦。阿唐老师没问题。七号铁，七号铁，你想打哪边？拍一个从中间这个黄色那个桩，从右到左吗？没有，从黄色中间那个桩，然后打打滴滴的。好，好球、哦。
就在黄色马桩旁边。好球！来，画面回到我们 Kevin 老师，不是，是 Kevin 教练。刚刚把球拍回来，球到中间。现在大概还要170。你也是雷亚吗？对，我170，预计雷亚才剩个五码。90，然后你再接10号。不用。不用。不用。剩170哦。嗯。好。顺着坡度打，所以球会有点小桌。你有加上坡了吗？有。好。好球！哦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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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好球、哦！拿上了。A 局边 ，A 局边。好球，好球。有机会了，不会让你拿到 P。又回来，阿神老师的表演。切杆球又来了。切杆教科书。这样有点害羞。不用害羞。太松。不要有太多的想法。好。用力敲，一定要过洞。好。没过洞就是弹几击而已。好。我这是我们鸟推吗？鸟哎、欸，对，我们鸟哎、欸，对，鸟推。鸟推吗？鸟推。好。用力要过洞，一定要看到过洞，就算换切杆都没关系。心态对了，心态对了，哇，好球、喔！阿唐老师的推杆，哎呀，真的很慢，真的很慢。你们有推过这么慢的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而且淡水算蛮快的吧？最近比较慢，就是，可是跟这比算快，算快的，真的，这真的很慢，23，天哪，真的很慢，是真的很慢 ，OK 了，喂，不是这样，紧张啊，好，你要补进去吗？我们就说没进是怎样？平手没进平手啊！右边三只大象。好，没事没事，做做效果，他们开心的。这栋大上坡很短的爬坡，应该可以打的吧？嗯，可以。逆风蛮大的，超逆耶！不要打太高，不要打太高。嗯。怎么打低球？放右边一点，球放右脚一点，好，放右脚，即刻的办法。但我觉得以你现在的状况，正常一点打就很低了。真的吗？嗯。拜。谢谢。好像还好。是右边有很大的。好像，是不是有跳下来？哇，好球对，好球，好球，真的，还好，好球，真的是等不到他们的失误，真的、啊，刚开球开在这里，这完全，这对 Kevin 教练来说不是问题，示范如何打岸，打岸，示范如何打岸，你真的对我很有把握那我们先去玩决胜高球，你们要小心，要小心，等一下，是我要怎么打到他？好知道教学吗？这没有教学啊，这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。那个可以清掉吗？不行，都正常来说。活的不行。哦，活的不行。故意不能把它故意。你想要打还是要罚一杆？然后好。没有，我要打。好，你要打。真男人。我球杆在哪里？好。哇，可以，可以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。你们两个为什么会接触高尔夫啊？一开始是我表姐，对，表姐的学校的那种 EMBA 社团，然后去那个博地高尔夫，你知道吗？在新年公园。对，不是那个家乐福上面啊，那个我知道。对，然后他们去那边练球，然后我爸带我去那边就也一起练，这样一起玩这样，然后后来觉得还不错，然后就。
对啊，然后后来就我爸就一直跟我讲说，哦，打高尔夫多好多好多好，然后就没有讲出来，他讲出来了，选手的真心话，对，没有啦，因为练球毕竟是很辛苦的，真的没办法像一般学生就是在这年纪可以玩乐和读书这样子，对对，就是都要兼具，嗯，要先看球，对，他真的要小心，反正都走了嘛，所以就是走下去。阿唐呢？嗯，我的话就是也是差不多，因为我算比较晚进入球界。哦。对，我是国三的暑假才开始打。那这样你没有打很久？对，我没有打很久。对啊，但是就是一开始也是爸爸带我去练习场。被骗去的。对，也是被骗去。我也是。拿一根杆子给我玩，然后就开始觉得很好玩，而且那时候也第一次打，然后就打得还不错。就可以打起来那种、嗯，对，就是可以比一般初学的还要再好一点，就感觉自己有天赋，对，感觉自己很有天赋。原来在那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。然后就对，也是进来了这个圈子、嗯，对，慢慢可以接触比赛啊什么，对。他现在还觉得好玩吗？好玩啊，另外一种好玩，这个笑容好玩啊，另外一种好玩。打好的时候觉得很好玩，对、啊，打不好的时候真的觉得挫折、挫败感。真的，这就是选手。我们的勋哥，对，我们的勋哥，勋哥要打了吗？哦，右边。哦，他吗？要打？他踩到马路，然后往左边跳一个飞船弹，然后。应该还在，应该还在，应该没事啊，去上面看看。好，这不能拔了。它是，它好讨厌哦。它是活的吗？它是活的啦。哦是哦，哎，今天又学到一个新规则了，活的不能移，是吗？活植物。哦好。嗯啊。你看吧，我被这个没事，辛苦了这个臭。就是他，你看你真的把他弄死了，就是、我把他弄死了，你真的把他弄死了，残忍。我们的切杆神老师，哇哦， yeah. 哇，这果林真的不会滚。切杆的落点就是停在那里。运动基本上已经输了，但我们补一个，因为刚勋哥打弹到路之后到这边找不到球，有点意外的事情。没有，其实不意外。不意外吗？其实不意外。好球。差一点出国。差一点出国，没事，没事。这段我们基本上就是输了。他们很会鼓励的。对。Nice pop！ 哦。好球！谢谢。超棒！超棒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还有三洞，目前我们输了两洞。落后两洞。落后两洞。机会还是有。机会当然有。总是会失误的。这段我相当的把握，因为你知道我现在拿的，每当龙武手上有一只 P 的时候，嗯，就是要靠近洞。旗子那边好像逆风，是顺风，是顺风吗？是顺风。好，好球，好球哎、欸，来松，好球。可以啊，可以吧，可以啊，机会都还在。等一下就是你将功赎罪鸟推的时候。嗯、等一下是我的。将功赎罪鸟推。好。测一下。稍微左。你打算落点走在哪里？他坐在他的 mark 的后面一点点，因为他那边过去有一个比较凸起来的坡，嗯，他如果落在前面的话，会被他。就是像刚刚短洞那样卡到。好。哇！打了。
不好搞，这么多点。哇！一枪毙命。哎、欸，你抓左边啊？走，不然呢？你怎么会怀疑我呢？他看起来就是这样子。怎么看都知道抓左边的、啊。确定啊？确定啊。好。照着这线摆好力道，过去就进了。力道，还超像的，就说力道，感觉有像，感觉有像，意识到，可以，至少大趴。感谢你们，给你手下留情，谢谢，给你 OK。看你的推杆了，唐老师。好的，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他们压力来了。哦、嗯，哎呀，就是它是往这边转，对，跑反方向，有点失算。哇，我被追回一栋，没关系，还一栋，一栋，还有一栋。哇，球，球，球哎！哇，好球！哇，很直。好球，好球！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没错，不能放弃。打 birdie 也才 birdie 而已。对啊，多。好，200。啊？对啊，蓝中好像是150。哎，蓝中是100几啊？蓝中是150，对不对？哦，蓝庄应该是150，劝你不要问我，应该是200，蓝庄应该是150，那应该是100，应该啦。哇、哦，好球哎、欸！有点右边，稍微右。哎、欸，那是哪里？那是哪里？不知道。100，还没加上坡，所以大概。OK， 那我知道了。为什么用？球嘞？不知道。那个是 forward 球。bogey。哦 ，bogey。对，我们打了一个 bogey。切杆沈老师，到底能不能让这个比赛在这一栋结束呢？这一杆很关键。哎呦，看来是想结束哎、欸！哇，哇！球是进去了还是？没有啦。很扯哎、欸。没有，但是应该动边了。真的吗 ？OK， 那种吗 ？OK， 那种。我是马夫，负责开车。OK， 真的好球。好猛哦、喔！啊，好猛哦、喔！哎、欸，那他们两推的话，其实我们是有机会。我们有机会啊。真的是有機會。那也要你们推。我们从来不担心，我们会推进。进，哎呀，啊！好球，好球，这个真的好球。我们来看阿唐老师想不想结束这场比赛？想啊，就看他的决心了。啊，阿唐老师还想打？转掉了。今天接受两位小选手的挑战，非常可惜的跟勋哥吞下了败仗，但是没关系，毕竟他们还是比较强嘛，他们平常都在练习。那今天的话就是以赢二胜一，所以我们输了两洞，然后最后剩下一洞就没有打。啊，恭喜他们两位，阿沈跟阿唐，这场赢下了这个非常大的冠军，第五大赛，耶、yeah. ！好球啊，好球、哦！哇，真的很可惜，不过他们表现真的非常棒，我们打的其实也没有很差，但真的是他们救球啊什么的真的都是在水准之上，像是他们遇到一些困难的球位其实都是很会去处理那些球啊，然后就是经验上面跟之前我们挑战到的对手来讲，他们算是经验比较好，虽然年纪很小，但是因为平常的训练
训练量很够啊，然后下场也很多，所以他们练习量够的情况下，经验真的是把这些球处理的都非常好。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，喜欢 Kevin 频道的朋友也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耶！这边是他们的 IG， 我们直接只是直接附上了。要不然大家一直私讯，真的是都不是私讯高尔夫问题哎、欸，怎么是在私讯那个？没错、啊，我们这次直接附上。没错，诚意满满。我是你们的 Kevin 教练，我们下期。